事事如意，折纸教学。这里我们折的是中款的试纸，需要一张20cm 的莲花纸和一张11cm 的莲花纸。试纸部位，我们先把中间对折一半取线条。我们会先做收四边的动作，四个尖角往中间线折入。现在我们把纸张分成三个部分，我把它折到字体的上方。四个方向都一样。这样就形成了9个格子。我们先把上方那一层折入，跟着视频往外折一个三角形。把另一边也往中间线折入，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。跟着视频重复步骤，就形成了第二个三角形。继续折出第三个三角形。注意看，我们第四个三角形，我们需要从里面拨开。最后形成四个尖角，把尖角打开，中间对折一半，会形成好像一朵小花瓣。四张开完就变成一朵小莲花。可以用订书机把两个花瓣之间固定。接着我们来做叶子的部位，需要一张11cm 正方形的莲花纸。同样的，我们先做收四边的动作。中间对折一半取线条，左右往中间线折入。再对折一半。长的两边也往中间线折入。
尖角对尖角对折取线条，两边都一样。打开来，跟着线条，我们可以折出一个小正方形，四边都一样。把尖角往外对折，里面的小三角形也一样往外对折。现在我们把柿子和叶子组装起来，注意看尖角是可以塞入叶子上面的尖角当中。可以用粘或钉起来。三角形是可以塞到最里面的。事事如意完成啦！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与分享，感恩么么哒。